勉励，热情掌声欢迎郑秘书，年轻有为啊！各位大家好，现场有我们的林代理校长，还有我们的陈校长，也同时也是我们县府的县人之一，还有我们看到有郭秋勋校长还有北斗镇长严宏林，以及各位所有明道大学的师长们，还有校友们，大家好。好，我是小郑秘书那今天很荣幸可以代表王惠美县长来到明道大学参与第23周年的校庆刚刚我们的林代理校长讲的，我觉得很感人就是道谢、道歉跟道别。那我今天我觉得重点就放在道谢我们要代表彰化县政府王惠美县长来感谢明道大学，不管是在地方创生与各乡镇的连结做得非常好。刚刚我们这边有皮头的理事长他说他很开心皮头有这个明道大学，他在这边念了10年的那个乐龄班，可以知道我们明道大学跟地方的连结也是非常的深厚。那小郑自己也是皮头人所以走在这条蔗田道路上也是非常有感触。我主持人喊到这条路行来行去，看到一个大学生咧，虽然我不是念明道大学，但是我身上的好几张证照还有证书都在这个图书馆念起来的，游泳也是在你们游泳馆学出来的，所以小郑也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明道大学，在这边也代表王美县长感谢明道，我们一起小郑来县府3年了嘛，我们一起做了这个太阳能的停车场。那这边我们陈校长非常厉害，精致农业的专家，在那边有一个有机田非常的广好几年我们都来参加学校办的有机农业推展的活动，去年还参观的很厉害的这个无人机的农药喷射，觉得真的很厉害。谢谢明道，今天是一个充满感恩的日子。英语的俗谚有说 All good things must come to an end，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and wish you a better life。谢谢各位师长，也祝福大家有更美好的未来。再次代表王惠美县长祝福大家，谢谢明道，感恩有你，谢谢。谢谢小郑秘书真的是非常年轻有为，秘书好，当然。